我是一个老师，这是我没收的第200个玩具，就是这堆垃圾，这是可回收垃圾，这是有害垃圾，还有一些干垃圾。DIY 扫地机器人，来一堆垃圾组装起来的垃圾车清理这堆湿垃圾，效果会不会很垃圾呢？接下来就进行一场非常专业的考核。居然是抡着走的，行吧。这扫地机器人果然很垃圾，千万要关注，再不关注就家长了。